就是喜欢这种天真又单纯的女孩。不要紧张，有李董在。这歌我来陪你唱。叶小姐，你这么年轻就要来干这一行，是不是想要赚大钱啊？没有啊，连应对都不会，果真是嫩呢。我就是喜欢这种天真又单纯的女孩。不要紧张，有李董在。我去上洗手间。喂，厕所在这里面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只是出去透透气。快进来！不是，经理，我只是去外面透透气。经理，不要紧张嘛，我又不会吃的你。我只是要找你去皮耶洛爸唱歌。对吧？下个礼拜的单子全挂你业绩。李董，我唱歌很难听，而且我妈规定我九点半以前一定要回家。哎，一姐，真正你唱歌好不好听不是重点吗？重点是要真心陪李董唱歌啊！你以为股市四大金钗怎么变四大金钗的？他们服务客户是用真心在交流的吗？经理，我也是很用心服务客户的，不管是开户、下单、找资料、报价，我都是很用心的。一叶真真，猫喜欢玩老鼠，但是耐心也是有限的。叫你陪我唱歌是给你面子，一句话，唱还是不唱？这歌我来陪你唱。我认得你，你不是今天早上还应征的那个？哎，我不是把你赶出去了吗？你不用我是你的损失，我用你才是我的损失。假台大，你可以不相信我的学历，但是你不能不相信我的内线消息。你的内线消息会比李董还厉害？我连李董本人的内线消息都有。哦，好，放开他，我倒想听听。有什么是关于我的内线消息？你打算在今年推出第一届台湾小姐的选美，对吧？现在是不是觉得跟我唱歌会蛮有趣的？你只不过收买了我身边的人，凭什么要我陪你去唱歌啊？股市是不会这么一直涨下去的，我可以陪您谈谈在股市跌的时候如何避险赚钱。哎，年轻人，这个听起来有意思哦。现在这个局势啊，我要让它涨，它还真的很难跌。这个歌轮不到你来唱哦。那么李董，你能不能告诉我明天的股市会涨到几点？你问那什么问题啊？李董，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把他赶出去。年轻人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有办法让它涨，至于它要涨几点，谁可以知道啊？如果我说不知道，喂，你想抢生意也不是这样子，你是被另外证券公司给雇了。你说你知道明天的指数？没错，我现在就可以明白的告诉你，明天的收盘指数会是10092.45。你小数点你都知道？你不是绝顶聪明的骗子，就是神经病。先别管他是不是什么骗子还是神经病啊！这个，你连明天的指数你都能够算得出来啊！我既不是骗子，也不是神经病，但是我就是有办法预估指数。要不然，我们来打个赌。赌什么？如果明天的收盘指数是10092.45，你给我20万。如果不是呢？他陪你唱歌，
唱到天亮了没问题。成交。谢谢。喂，你有什么毛病啊？闹当赌注。哎，比起唱歌，我更期待明天看你吃瘪的样子啊！哎，明天穿漂亮一点啊！这个莫名其妙冒出来小子，如果让你丢雷董这个客户，你让我怎么修理你？雷董，我送你！你在干嘛？你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啊？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么快就解散了、啊？哎，你没事吧？很有事。好。劳力士，你要去哪？等我。喂，劳力士，你知不知道跟李董唱歌代表什么啊？不用你肉痛，你就这么大方。我为什么去参加这么可怕的应酬，都是因为你，因为你把我拦下来，害别人车子出事，我要赔钱。钱我明天收款就会赔。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